好，我们雁塔圣教区今天接着讲第23单元。那今天我们讲的两个结构啊，一个是所谓的一个粗细，哦，粗细法。那另外一个来讲，我们讲的是所谓它的连续法。那连续粗细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在它在重心的部分，在重心的部分来讲的话，线条要把它下压，所以线段会比较略重一点点。那其他的结构来讲，线条就会比较细。比方说我们讲的一个呼的部分，好，上面偏弱，好，直接带下来，带上去，好，撇下来以后带过来。那带过来，它是这样子带，所以它是这样子斜斜的过来，往上提，停一下，扭回来。这边都偏弱，那重心在这个竖钩，所以这里开始它把它加重了，尤其在钩的地方，一分两端，踢落了，靠立起来。其他线条比较偏弱，那这里是它的重心。所以在重心的位置来讲，会线条比较重一点点，其他稍微偏细一点点。好，第二个也来也的重心来讲是最后一笔，那个扶额钩的部分，所以它在左侧的部分结构也偏弱，那在钩的要进入到钩的阶段，它就把它压重了来这边直接飘上去就好了，微微带上去，停住，折，好，拉回来，停住，它没有撇，没有挑起来，就直接。弹回来，停住以后起来就这样带，好，拉下来，刹车住，不要低过它就好了。刹车住以后起来，这里一样都还很弱，下来都还很弱，好，过来开始加重，停住，好，往左上慢慢的抬起来就可以了。这一段全部都是比较弱的，因为重心在这里。所以这里它把它压重，把它重心拉过来，因为这边笔画多，这也是我们的所谓的黑白记黑当白的部分哦。左侧结构很多，但它不是重心，所以线条比较薄弱。右侧就只有这个扶额钩的钩的地方而已，就只有一个笔画而已，所以它这边把它写重，那它视觉的左右的墨色的地方是比较视觉比较平均。如果说我们这边要把它写重过来了，这边又写重，那你会觉得就是很平铺直叙，而且没有变化，活泼性就不够了。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。来，那粗细法的最后一个字人，在欧阳询里面，人字来讲撇写得很重，这边它写得很柔很弱，偶尔带弧度出去，不超过下横线，出去这样带回来，所以它这个蜡笔是这样带过来，这里有点路光，再这样下来，那这里重，再慢慢提起来。这个阶段都是比较薄弱的，那重心在这边，所以这里它把它压重了，把它压重了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粗细意的一个概念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连续法，连续法就笔，就是我常讲，我们在行草书里面常讲的笔断意连。一笔一笔之间的连贯性，其实这个跟我们上礼拜讲的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个什么，上礼拜讲的代笔的部分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道理，就笔顺的概念而已，是笔顺的概念而已。那大家这边讲的是比较偏向细微的点带到其他的线条，或其他线条带到点的部分。那看起来好像是分离的，但是它的意脉还是连接在一起。比方第一个字，字之，来点，它是这样子，有点平推出去。那你没有仔细看，你以为它是这样就起来了，其实它是有点往回带。这里有一个小粗风，有没有看到？手下小一个小粗风，这小粗风是带到这个带过来，要带到这里，再拉上去。那这里出去了以后，它又这样子带过来，压再拉过来，那这里推再起来，上再往下，停住，好，再拉蜡笔的部分。这每笔每笔都是硬带关系这里
小厨房带出来，带到这个位置过来，这里带过来，带到这里过来，这里带过来是直接推再拉回。哦，小细微的地方要去留意，那边你没有留意到，你还以为说它只是一个往右就提风的，不是哦，它还是有往左带一个带笔的动作。好，分的部分也是一样，第一个撇急刹车，好，这里有点路有点长风的概念，然后一个急刹车停住，这里是这样提起来带过来，呀，再出去。好，这里注意顺时针起来个右出来，好，呀，送，好，勾，勾往上，为什么往上？因为要带到这个位置来，停住。左右晃一下，然后再往下提就可以了。推过来，直接这样子带过来。那这里直接就原地打转。那这里是这样带过来。哦，空间的部分去留意它。哦，三个空间的部分，这里的起笔跟这里的入笔。跟拉钩的地方几乎在同一个垂直线上面，这会再偏左边一点点，不要在右侧，在右侧的话，这里会往前倒，偏左侧这里重心压下来的话，它就稳定下来，但它这边如果压得不够重，会往右倒，啊，所以这个钩的位置如果是在左侧，那这里就要再中一点点，那这里如果在正中央，这里可以落没关系，啊，但如果这里钩是在右侧才钩的话。那这个地方你怎么做都没办法去调回来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利用，跟我们欧凯一样哦。欧凯我拉钩的地方，我可以在中央，也可以在左侧，哦，那欧如果改成在右侧，变成说我的钩会变成是拉长钩的，这样子带的，哦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。一来自字连贯，但第二笔、第三笔你们会觉得要怎么去连贯？第一笔的部分它是做长风，上压再拉下来，直接拉下来就好了。拉下来以后直接下压，软推下去拉起来。好，这里微微往上提，带回来再错笔软，啊，看好不？哦，软推。上去逆时针，错笔乱，好，往上提，拉过来，拉，然后这大弧度，出去转弯，再拉压下来，停住，切下来就可以了，慢慢收。好，这里几乎是一个直线，那它的带法这边直接带，往左推，接拉，这里逆时针，然后逆时针呢过料，接往上提。那这里再顺时针管，那知道哈？好，OK，那我们储税就讲到这边。